Hello， 可乐王。Hello， 雨瑞。Hello， 情侣周。德全 ，Hello， 笑笑 ，Hello， 小吴，对不起 ，Hello， 风亮，晚上好，对不起，你赶计程车回家？没有，我睡过头了。今天打算开多久？我等一下，七点半我得关播，因为我七点半要去练习了。最近身体还好吧？最近身体。哦，我跟你说，我刚刚在做梦。我刚刚跟你们说，我刚刚就在做梦。然后呢，我就不知道我在梦什么。然后我就以为我是在睡晚上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刚早上去工作，早上工作，然后我这下午就回家。我跟韩寒、跟 Annie、跟雨林、跟面面、跟林涵、跟林姐，我们一起去吃午餐。就我吃到一半，我就肚子很痛，然后我就去拉肚子。我不知道我是吃坏肚子还是怎么样。然后我就吃完，我就突然就不舒服，我就拉肚子。然后就我想说，好了，没事。结果回家我大概拉了肚子，就是两次还是三次，然后肚子就很痛，然后我就很不舒服，然后我就睡着了，然后我就睡很不好，我就梦到我要工作，我就梦到我要工作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我睡着了，我就很累，我就想说，我在睡什么时候？我就打开行事历，我就看礼拜五的行事历，今天要这样子，我在哪里？我说不对，我还在过今天，我想说我还在过今天，然后那时候时间是来到了四点半。那时候好像才刚睡着没多久吧，然后我就说还有在时间再睡一下，因为我记得我要调闹钟，然后结果我没听到，我刚听到国爸打给我，我还没有回电国爸，我就赶快开播了，但我睡起来肚子好了，最近太忙了吧。你可以回，我现在没办法回电，我现在直播，等一下再回电给他。而且我刚刚急着要开播，我关这个那个抽屉的时候，它变成这样子，它这边歪掉了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得出来？我的睫毛夹有没有多补充水？气到打电话，对。等下练习素颜吗？我已经是被我现在有化妆，我今天画了睫毛、跟眼影、跟底妆，就今天是完妆的状态。只不过我今天没有上那个 eyeliner 那个眼线，然后对我刚刚睡到就脱妆了，来补个妆，算了。对不起大家，我这个礼拜两天直播，两天睡过头。
吗？我真是的，真的非常对不起呢。全妆睡觉了吗？而且我刚刚睡觉的时候还揉眼睛，然后还意识到我揉眼睛，然后我还就停止了我的动作。跟你们说，我有个很酷的新东西，是这面镜子，我很喜欢它。所以跟全妆睡午觉，对啊，我也没有那个。而且我刚刚就是肚子不太舒服，到我就想说，天啊，怎么办？然后还要练习，我想说，我需要去吃个什么止泻药之类的吗？还好，现在没事。是怎样？我昨天充电一个晚上，你现在给我没电？它没电了，它没电了。也不能这样糟蹋你的肤质啊！我想说晚上还有事，我就不卸妆了。果果怎么了？镜子不要乱照，照到旁边。反正也不是第一次。我没有怎么了，我怎么了？什么？我知道什么正什么的吗？正什么的？不是手机没电视，那个影片真的不习惯。因为我们前面拍了很多个，珠宝已经翻了我800个白眼了，不是他跳错就是我跳错。然后呢，因为那个珠宝被他比较，我自己觉得啦，他比较急性子一点点吧，我就很紧张。然后那时候拍，赶快跟他道歉，就不会被他凶了，嘿嘿，他就不会凶我了。赶快跟他撒个娇，他就不会凶我。所以要求比较完美，对。然后后来我们跳第二个的时候，就是 I'm party like a rock star。然后什么时候头哪有不是是在讲，然后跳第二次的时候，我就是没有跳出，说这一次就好，然后他转到雨林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跳？他说啊，你要不要跟我跳？他直接放弃我。真是不可思议。你可以去问他有没有吃，有没有那个。等下果果出门好，准备骑车下班去啊啊！对哈，我今天开的直播是6点耶，找表妹是聪明的选择。哦哟，我今天化妆品有带出门吗？有，我有带出门。那我顺便装个水好了，你们陪我去装个水，我好渴哦。然后我顺便就补个妆，然后顺便看一下这个小可爱在干嘛。好可爱，嗯，你有吃饱饭吗？刚刚有吃饱饭的，挺可爱。你为什么睡这个奇怪的时候？你睡下午，你跟我，你都跟我一起睡觉。饭呢？有吃吗？还没。我早上我刚吃完午餐之后就拉肚子又不舒服，然后到现在就睡着到现在。啊，露露，你怎么睡在这边呢？哎呦。好暗的外面。我刚刚出来倒水，跟拿我的化妆品。等一下还好，等一下没有非常激烈。我想吃，我怕我吃了又。我觉得我在想，我刚刚拉肚子会不会是因为我今天一整天太紧绷了。
就太紧张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很。那今天明明也没有做什么事，那我今天为什么 Tiger 不见了呢？把你们擦干净。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会拉肚子，我实在是非常的不高兴。为啥要擦？我想说擦一下，我鱼又糊糊的。而且我今天午餐又没有吃的很怎么样。我今天午餐跟你们说，今天午餐吃汉堡排，拉肚子就不高兴，很不太舒服。眉毛都掉光光了，赶快来补一下眉毛。我等一下就又要出门了。哎呦，我想说今天，期待二十啊，对，明天。等一下不知道来不及买，我想喝，我等一下可不知道可不可以喝奶茶。掉光没关系。想喝饮料，等一下。你们当我的镜子好了。我的眉毛也太掉了吧。是皇后，你好。肚子不舒服，来喝奶茶。可以请申诉，赶快话，不然出门来不及的话，你们陪我出门前，还是你要去雾眉？我还蛮想的，但想说算了，我妈出来的眉形我不喜欢，就糟糕了。我有眉毛了吗？各位，我有眉毛了吗？我眉毛有缺口吗？我哪里有缺口？这里吗？
真的吗？看来我的技术还是有待加强的嘛。啊！天哪，我怎么会？没有眉毛的果果，你们有看过，但是应该没有很长。我来帮你画，你不要，你会害我变成蜡笔小新。而且搞不好，雾眉不用常常补，雾眉大概半年一次就好。然后，好像8000块吧，还是多少？为什么画不好的感觉啊？放弃吗？我要放弃咯，眉毛我要放弃你咯。好吧，你就长这样吧。你怎么还是蜡笔大姑？什么？那我怎么会知道？第一个，哦，我这边痘痘好大，我一点都不想遮它，因为好痛啊。两位，我等一下要出门，你们不要太想念我。补妆了，人家可乐的才没有，他妈妈想我好吗 ？Hello， 志宏，嗯，我刚刚跟你打招呼了吗？你刚刚进来过了吗？怎么好像感觉刚刚有看到你？哎呦，你起床了呀？哦，肚子痛。所以我重新哦，谢谢小轩的文手礼 ，Hello 小轩。没有看到他的酱宝宝，爱你喂。那我等一下是不是可以点个吃？不是，我那肚子好痛，可是我想要吃东西。哎，我的第七点了。假如我在忙化妆，我觉得我的眉毛长得很奇怪。不过算了，因为我也补不好它，所以呢就算了吧。然后我的蛋蛋呢？蛋蛋啊，蛋蛋，你在这里啊，蛋蛋。所以刚刚就跑去吃饭，你怎么知道我会迟到？安安，我已经预约耳科，为什么预约耳科？你什么时候要出去哦？7:30要出门。不要这样叫，很可怕。我的蛋蛋吗？你说上次的那个吗？对，我等一下去练习了。我今天睡过头，我今天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听到我的闹钟声呢。我来，等一下我检查一下我没有调错闹钟，但我记得我没有调错闹钟。而且我们今天吃午餐的时候，我们还在讨论这个话题，说为什么我都不会胖，我就说我肠胃不太好，结果立刻马上就
表演给他们看的。那会不会太深了？为什么练习要化妆？是因为我今天有化妆，然后它掉的很，就是你知道，很它就是掉的。我想说补一下，你会觉得我的眉毛怎么样？你就眉头要梳掉吗？要不要梳掉？它看起来要快没有没有的。好，那就长这样，我不管你了，你就长这样吧。表妹的餐钱是你出，你说那个吗？我带她去吃生日的时候吗？我请她吃那个松饼，吃那个松饼。他生日的时候去带他去吃下午茶了。你问心酸的哦，是没有错。那颗小头是谁呀？我有发文呐，你们去看，我有那个。我有标记地点了。请问你是几点开？我22分钟前开，然后我感觉我快要走了，感觉现在已经亮到7分了。怎么这么快？最爱娇羞国，我现在才看到。今天第一次看果果直播，觉得果果好美。朱泽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被谁谁谁带坏了？还没啦，我20分在念榜啦。哎呦，我太多了。好，就是遮瑕。随便给他上这样子，娇羞果了，可能刚刚还没睡，但我开始卡了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大家，我开始卡了吗？有点顿。下播还没有，我现在还很卡吗？网络给力点呀！现在这样好一点吗？我改了 WiFi。妆没有救了，那我们就放弃它好了。这样比较好吗？还是我现在再切一次4G给你们看看？我现在这样子是。还是我等一下干脆卸个妆去练习，然后这妆好脏哦。
有啊，我看到了。你说你的 report 吗？你的 report 我看到了。我有卡卡西，真的有个蜡笔卡过。你欠揍！我现在很可怕吗？我现在还好吧？我的黑眼圈遮不住了。不感谢我哦，大家要去洗澡吗？拜拜。你被赶走了也怎么办？想到什么？不要坐暗暗的地方，不然会遇到你们吗？你们不要躲在那个某处奇怪的地方吓我之类的吗？不可怕是可怖。别拆穿德权，德权吼。你们是不是都躲在暗暗的地方偷偷看我们？没有，其实你们要小心，会不会你们哪一天就是，其实是我躲在暗暗的地方跟踪你们。SL 的车牌，你怎么了？你问小五啊。真的不太舒服，怎么办呢？咦，反跟踪，想不到吧？从来不躲起来看，你都正大光明的看。24号练习的还顺利吗？还挺顺利的。我们24号见喽，大家。楼下有小朋友。我觉得我好像有点久没有在直播上面，就是你知道吗？你们陪我化妆。怎么感觉两边有点不一样，大哥？想要唱歌跳舞、哦、
今天为什么这么漂亮？因为今天化妆。什么随便？什么谁随便？你随便？你最随便了。可以安可一下悄悄，不，没有这种回事，那是一个错误。谢谢志宏的告白气球，告白志宏，那是一个错误，我真是太随便了，什么？我太难过了。画个粉红色的线。这个礼拜是时间，我们下礼拜就要见面了。我还记得当刚开始练的时候是冬天，我每天都包得超紧紧去练习，然后在看练习影片的时候就还是冬天，就来到了夏天了。天哪，我们练了一个季节的表演。终于能见到你们了。还好我快要出关了。哎，对耶，没有养成防疫好习惯。下礼拜见。大家会有看果果化妆头有点晕的，按男友力的按头是吗？还有男友力的按头吗？你只剩三分钟 ，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我要出门了。谢谢可乐王的告白气球，告白可乐王。那你们都告诉我，你们都坐在哪里啊？我记得小吴说他会坐在我的左边。他不知道过到什么时间。因为我应该跟小吴坐在一起，那你们会大家一起坐在一排吗？哦，坐在，哦，警察叔叔，就是这个人。看到了，没关系。这边不可以看，这边是凌乱区。啊！我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，我真的藏不住了。差一点。反正不重要。普通汽车驾驶执照登记书，我要去考驾照了。我要去考驾照，我还没考上，那只是我的报名而已。你们先不用紧张，我也许考不上。
两条黑黑的。不在乎，就这样吧。整理是台北市的路全毁了，剩一个月能搭车，以后改捷运。不用，以后就我载你啊，什么捷运啊？你说对不对啊，李维？等你考上一样有奖励，太好了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我是考手牌耶，我不知道我是哪里有什么不对劲。段国宝就跟我说：“当然了，要考就考手牌呀。”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国宝这么信任我。不过我们就去考吧，希望我可以考过。没过还要花10000，不用哦。那时候听我的朋友，他也有补考，他好像花2000吧，还开火车票。我6单50张，手牌吗？你考牛排好不好？你到时候上路离你远一点。不用担心啦，我 OK 的。我会努力学习。我就多追加50张。你原剧一片看好好什么好好笑？你再说一次。大家不是担心你，是担心自己。那你的副驾驶做我要做，谁要当我的副驾驶啊？还是算你们做那个驾驶？我还是说我做副驾驶好了，这干脆就我做副驾驶吧，不然我也就不折磨我自己了。哪里嘞？来到了7点24分，你至少要100。请问你们这是又要迟到了？请问你们是非常不相信我吗？然后现在23分，好啦，你们是多不看好，你们是多看好我还是多不看好我之类的吗？50张是觉得我考不过的意思吗？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是赌你到我还没考到。好，可是我都已经去办了这个了耶！我之前说我要去考驾照，
你们说如果我考上了的话，给我50张，我觉得还可以理解。但我现在已经动作了，我已经去那个了耶，我已经去健康检查了耶，我即将就要报考了耶。万一我真的考到了怎么办？自己也不相信自己，万一我真的考到了怎么办？好好笑啊！那就考到了，那我就会忘记，那我就会忘记今天的对话，你们会不会这样子？没过零章。香的那种，好啊，跟果果没关系。被果果都是粉丝福利，哪天你们被撞就说，请问下车看到的会不会是果果呢？这样子究竟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啊？如果我哪天撞到你们，我们就开去台南找大间修车，我们修霸王车。我今天本来还想要卷头发的，想说，跟你们一起卷头发。前几天突然爱上卷发的我自己，我要准备念榜了。好的好的，来念榜了，那我上个腮红我再念榜。怎么迟到了？我没有迟到。等一下是穿这件出门吗？我可能会换一件，但是也是 T 恤啦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好，我们来念吧。我速念哦，各位，今天的第10名是樱桃猫，谢谢樱桃猫。第9名是竹轮，谢谢竹轮。第8名是小吴，谢谢小吴。第7名是黑杰克，谢谢黑杰克。第6名是伯辰，谢谢伯辰。第5名是浩浩，谢谢浩浩。第4名是小生，谢谢小生。第3名是可乐娃，谢谢可乐娃。第2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第1名是我们的志宏，谢谢志宏。这哪有数念的？到底几点要到？不要穿太正了，特权会。等等，对，那没人管，那没事。好了，那我今天就不跟你们说，我就不一一跟你们，就是你知道吗？拜拜了。好不好？还是拜一下好。大家拜拜，小吴拜拜，飞镖拜拜，呵呵拜拜，爱静宝宝拜拜，志宏拜拜，黑杰克拜拜，德全拜拜，那个西如我也拜拜，樱桃猫拜拜，大家拜拜。还有谁没有念到吗？西恩拜拜，吉米周拜拜，陈怡落雁拜拜，黑杰克拜拜。大白兔拜拜，主人拜拜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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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礼拜见。
我这样子是可爱的人。妈妈妈妈妈，下礼拜见。我这样子是可爱的。